这种天气，我不晓得唱这首歌大家会不会热死、你说夏天一直以来对告人来讲都没有走远这件事情吗？就是春夏秋冬都要唱到有关夏天的，就是你知道硬转也要转到爱在夏天，不管怎样都要唱这首歌。四季的区分方法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唱夏天是夏天快来了，我们今天唱带给大家爱在夏天。夏天的时候呢，就要说今天是盛夏当日，让我们带给大家爱在夏天。秋天的时候是夏天渐渐走了，我们让大家一起来怀念一下夏天的感觉，爱在夏天。那冬天呢？冬天的时候就是现在很冷，让告五人给你一点温暖，爱在夏天。哇！你这个嘴巴真的是好会胡乱哦。你们也吃他这一套哦，太有知识。你也吃啊！我现在上班了，我现在上班了。没有说什么？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平常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，他跟谦哥都会被我这张嘴说服。是吧，谦哥？谦哥，你今天还没讲话呢。我们谦哥。让我们欢迎来自宜兰的林先生。告五人团长，谦哥。这样听到吗？哦，听到了。他们有听到吗？他们有听到吗？有。请多说几句话。没有，刚刚不是说银行的那个嘴巴很厉害吗？对啊。对，他真的很厉害。谢谢谢谢，我们要唱《爱在夏天》这首非常浪漫、非常富有教育意义的歌。大家健康 ，OK， 健康健康健康。天哪，每次我要唱这首歌，大家都在乱吗？说好浪漫的。带这首歌，你们会唱吗？那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再来这首歌《爱在夏天》。多远？